买品毛跟林婷。其實我自己比較激動一點，因為為什麼呢？我覺得做這一行呢，我做了十幾年，接近二十年，那我去過很多地方，從來沒見過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對著遊客的。那麼我自己很想跟那幫博徒去講一句說話，香港呢不是你們的香港，是我們中國人的香港，如果你不喜歡的話請你離開。那麼這個是第一個。咁啊，第二點咧，其實現場有好多嘅媒體嘅朋友啦。咁我都好想同媒體嘅朋友講一句我自己嘅諗法。我覺得媒體咧，你應該用翻你嘅專業去報導每一件事，而唔係用你嘅政治立場去引導啲學生、引導啲年輕人去判斷一個社會。所以我覺得我好期望你啲嘅媒體嘅朋友用你嘅鏡頭影住警察嘅時候咧，都可以幫我哋去影翻嗰啲暴徒嘅行為，令到我哋大家咧知道香港嘅社會究竟發生咗啲咩事。更多精彩盡在中國新聞網客户端。